씨 장교예요. 네. 네, 감사합니다. 我的牙齿不好了，现在回家，然后等下中午呢是要跟公主一起吃饭。小心。 블루베리랑요. 아까 말씀하신 거 있잖아요. 칩 같은 거. 네. 와, 블루베리도 맛있어. 我现在又要回家。 因为呢，我想骑自行车，然后我们只骑了一辆自行车出来，所以就是回家换两辆自行车，我们就下去骑一下车。 因为今天天气呢，虽然是阴天，但也没有说很闷，就还挺凉快的。你今天想去骑哪边？都可以。好呀。今日份的小开心就是我买的全身镜终于到了，我帮你抓住了。这可是1.7米的全身镜呢。 啦啦啦！我们今天中午要去吃麻辣烫。嗯。啊，小鸭子的家没了，我应该过两天就好了。它就是下雨的时候特别多水，这桥没了，超夸张哎，走不过去了。哇，那看来昨天的水真的特别大。 麻辣烫店超级热，那个空调开了等于没开一样。现在来换一杯免费的拿铁，看一下韩国的 Starbucks 有什么东西，马卡龙 tiramisu， 还有 red velvet 东西。走一个正常的路。早安，avocado 加豆奶。 不知道会不会好喝。今天我上身穿的是 Miracle 的背心 bra top， 下身搭的是我在韩国买的一条裤子，很夏天的感觉。我搭了两条银色的项链，然后外面呢，我可能会穿这件有一点透透的蓝色衬衫，这件也是 Miracle 的。 它是个材质呢，很凉快，很轻薄，所以就很适合夏天拿来做防晒衣，不容易皱，还有一点微微的光泽感。今天晚餐是炒杂菜，这我发现炒杂菜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冰香料理哦。然后这次我做的是鸡蛋版的，对，就是没有肉，然后配的是五味子、五米甲。 然后这是姑姑给我们的，骑了快1个小时的车，然后随便找了一家。好久没吃串烧了，大米姐，哇，出个老头呢，哇，哇，太棒！我们今天应该有来回应该有12 km 吧，多么？拜拜。哇，全身都在出汗。 还有一半要走，好。早安，今天是礼拜天，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今天这一套全身都是 Miracle 的，然后它这个牛仔裤我觉得很适合夏天，面料很轻薄，就不会热。里面搭了一件白 T， 然后这个圆领的小膝外呢，我蛮喜欢的。包包用这只 Kinder Salmon 的。 这超久没用了，然后我想说，哎，今天这个颜色还蛮搭的，整体感觉 OK。
都没泡泡澡的，跟他们要干肌肉。今天可是太热了呀，好可爱哦！这个20万，哇，真的假的？好贵哦！这有些 mini tiny stuff， 这家没开，真的，我也觉得。现在我要出门去买紫菜包饭，对，因为中午不想煮，然后顺便把我的一条裤子拿去改。最近真的很喜欢，就是改一改自己不满意的衣服，感觉可以重新利用起来，非常开心。这样穿主要是因为防晒，我夏天是真的很喜欢穿长袖的。外面就是穿的这件绿色的衬衫，蛮可爱的。就这个包是一个防尘袋。蛮实用的，它这个大小真的我很喜欢。안녕하세요제가바지수선하고싶어요좀자를게요여기접힌데가끝이에요안녕하세요저소고기김밥하나주세요소고기만하나주면네네봉투필요없어요네뚜루뚜루삼양라면자김밥잘먹습니다大家午安，这是我今天的穿搭。这个衬衫我是真的蛮喜欢的，首先它的颜色饱和度比较低，比较适合黄皮吧。它这个领子是真的很可爱，长长的，很特别的感觉。然后我就搭配了这条浅灰色的西装短裤，夏天我是真的蛮爱穿这种五分的西装短裤的，它的形状啊、长度、颜色都不错，材质也是比较舒服的材质。搭配的是这颗Osoy的馒头包。我们今天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炸猪排荞麦面，拜拜。说好的荞麦面呢？排不到队。你먹었대잘먹겠습니다今天的穿搭，上半身穿了一件就是泡泡袖的短袖衬衫，知道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很喜欢泡泡袖的东西，很可爱。下半身搭的是一条灰色的西装短裤，然后包包跟鞋子我就打算也配黑色的，然后还有白色的袜子。蛮小小的，今天穿这样，一整套都是 Miracle 的。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背心，它是有点淡蓝色，还是浅灰色。下半身的裙子就是也是浅灰蓝色的。然后外面搭了这件衬衫，这件衬衫真的材质很舒服，很滑溜溜的。包包背的是 Dpound 环保袋，我现在马上要出门了，因为今天要进行我到韩国来第一笔二手交易，对，真的蛮好玩的。今天去卖一个东西，好，现在要出门喽。又来吃这家的咖喱蛋，是有多好吃？还没吃啊？对啊，我剪得很慢。打电话，电话，电话。